说的好不好听？已经开始了吗？哦，开始了。这第一次录啊。等会我怎么上传呢？然后一首啥样送给大家？哦，已经录开始了。你们能看见吗？就是录制中。在那很远的地方，闪着迷人的光芒，吸引我挥动起翅膀，把梦背在肩上，越过高山海洋，从不会丢掉自己的方向。走过了一程一程，看过的每段风景，都给我特别的心情。懂得了做自己，才不用论输赢，勇敢地唱出我最心。我傻笑时的模样也有种光芒，想把世界照亮。虽有放弃有迷茫，没掉了胆量，勇敢的人绝不忘幻想。看我傻傻的模样，努力的绽放，有满满的能量。偶尔哭了怕什么，谁没失落过，扬起头明天一定更漂亮。是不是录的过程中他们进来没有欢迎不太好啊？欢迎六叔。走过了一程一程，看过的每段风景，都给我特别的心情。懂得了做自己，才不用论输赢，勇敢地唱出我最心。我傻笑时的模样，也有种光芒，想把世界照亮。虽有放弃有迷茫，没掉了胆量，想看我傻傻的模样，努力的绽放，有满满的能量。偶尔哭了怕什么，谁没失落过，扬起头明天一定更漂亮。我傻笑时的模样，也有种光芒，想把世界照亮。放弃有迷茫，没掉了胆量，勇敢的人绝不忘幻想。看我傻傻的模样，努力的绽放，有满满的能量。偶尔哭了怕什么，谁没失落过，扬起头明天一定更漂亮。是不是又没跟上节奏啊？第一次录啊，我看我停止了以后在哪里去找呢？